Jackie。喺度同学合作嗰支谈情，我爱你啊！咩谈情啊？唔好教佢讲紧我哋香港话。点解要拣呢句咧？点解唔拣你好嘛咧？系咯。唔系咁，我爱你好啲啊嘛。Jackie 啊，你识阿 Uncle 都好耐啊，当时系咩情况先系认识嘅咧？我谂几年前咧，喺一个啲歌唱会嗰度见到，介绍咗啊，咁就知道啦。一见钟情咁喎。几次？一见钟情啊！嗱，我哋嚟到嘅时候咧，佢哋啱啱喺度拍紧咧，就朱点咁，大家喺度唱。呢首歌啦，咁點解你哋兩位會走埋一齊唱歌嘅咧？咁嘅，我每次去日本嘅時候，好多日本藝人家請我食飯啦。咁佢嚟咗之後，兩位演嘅新手佢嚟咗，咁我請翻去食飯。咁啊，大家講下講下嗰陣時，我話幾時作首歌俾我聽？因為佢都係喺日本出咗名嘅才女，佢真係作咗兩首歌俾我。咁啊，作完之後係兩個人，一男一女嘅。咁啊，好在情在你係呢個同佢唱埋咯。Jackie， 我知你日文又好犀利噶啦，你可唔可以幫我問下 Uncle， 今次第幾次嚟香港？同埋係嚟香港目的係乜嘢咧？今次？Hong Kong 問緊幾多次？三回目。三次啦，目的地。目的は、ニュータレントショーのゲストで、ジャッキーさんと歌を歌って、私も一曲歌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、二曲歌うことと、あとは、香港のいろんな街ショッピングしたりとか、美味しいものをたくさん食べたりとか、はい。先生、慢慢講多次都你解釋一下。好冇，佢唱我係唱三首歌，我同佢兩個唱。合唱兩首啦，佢自己獨唱一首啦，跟住香港好鍾意啦，鍾意喺香港買嘢啦，咁啊鍾意食香港啲嘢啦，咁啊就你知啦，跟住新秀啦，做 guest 啦，做評判啦。哦，原來係咁樣，即係新秀嘅時候就會表演同佢一齊嘅，你又會表演喎、啊、心情如何呢而家？冇啊，咁如果我知道一個人，我就會緊張啲。咁啊，有一個職業歌手喺度，我就比較好啲啦。哦，定啲啊，有咩事去傍住啊嘛。喂，而家趁大家唔得閒咧，我想你幫我問一問何立寶子一個私人啲嘅問題。唔知佢對於香港啲男仔咧，即係我哋啲咁有型嗰啲咧，唔知佢點睇咧？即係佢覺得點樣？即係我啲唔得唔得唔得。Hong Kong， 我得咗咦？Hong Kong， 我得咗咦？係，依度都冇。登上咦？係。Jackie 生 ，good， 我好啊，丹神 ，good， 妈妈，广东话嚟噶，妈妈，唔系日本话，妈妈就系真系唔好啊，系咩？系反面大事件啊！好啦，咁算啦，咁我冇乜心機啊，冇心機啦，不如咁我哋唔該住兩個拍拖咯，我哋走啦。但係咧，大家記住咯嚇，喺7月10號嘅新秀歌唱大賽入邊咧，佢哋兩位有精彩嘅演出。好啦，咁啊，而家講住咁多，問何立寶子一個私人啲嘅問題嚇，唔知佢對於香港啲男仔咧，即係我哋啲咁有型嗰啲咧，唔知佢點睇咧？即係佢覺得點樣？即係我啲唔得唔得唔得。Hong Kong， 我得咗咦？香港我得到个咦？系，依度都仲冇。登上咦？系 ，Jackie 生 ，good。啊，我好啊，登上 ，good。妈妈，广东话嚟噶，妈妈系唱紧呢首歌啦。咁点解你哋两位会走埋一齐唱歌嘅咧？咁嘅，我每次去日本嘅時候，好多日本藝人家請我食飯啦。咁佢嚟咗之後，兩位演嘅新手佢嚟咗，咁我請翻去食飯。咁啊，大家講下嗰陣時，我話幾時作首歌俾我聽？因為佢都係喺日本出咗名嘅才女，佢真係作咗兩首歌俾我。咁啊，作完之後係兩個人，一男一女嘅。咁啊，好在情在你係呢個同佢唱埋咯。Jackie， 我知你日文又好犀利噶啦，你可唔可以幫我問下 Uncle， 今次第幾次嚟香港？同埋係嚟香港目的係乜嘢咧？今次？Hong Kong 問緊幾多次？三回目。三次啦，目的地。目的は、ニュータレントショーのゲストで、ジャッキーさんと歌を歌って、私も一曲歌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、二曲歌うことと、あとは、香港のいろんな街ショッピングしたりとか、美味しいものをたくさん食べたりとか、はい。先生。慢慢講多次都你解釋一下。好冇，佢唱我係唱三首歌，我同佢兩個唱合唱啦。Jackie。喺度同學合作嗰支談情，我愛你啊！咩談情啊？唔好教佢講緊我哋香港話。廣東話點解要揀呢句咧？點解唔揀你好嘛咧？係咯。唔係咁，我愛你好啲啊嘛。Jackie 啊，你識阿 Uncle 都好耐啊，當時係咩情況先係認識嘅咧？我諗幾年前咧，喺一個啲歌唱會嗰度見到，介紹咗啊，咁就知
度啦。一見鍾情嘅喎，幾次一見鍾情啊！嗱，我哋嚟到嘅時候咧，佢哋啱啱喺度拍緊咧，就朱點咁，大家兩首啦，佢自己直唱一首啦，跟住香港好中意啦，中意喺香港買嘢啦，咁啊中意食香港啲嘢啦，咁啊就你知啦，跟住新秀啦，做 guest 啦，做評判啦。哦，原來係咁樣，即係新秀嘅時候就會表演同佢一齊嘅。你又會表演喎，啊，心情如何呢而家？冇啊，咁如果我知道一個人，我就會緊張啲。咁啊，有一個職業歌手喺度，我就比較好啲啦。哦，定啲啊，有咩事去傍住啊嘛。喂，而家趁大家唔得閒咧，我想你幫我問啊。